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在这里相见了。这是一个神圣的约会，在这个约会的里头，不但是你我们一同参与在这里，不要忘记，我们中间永远有神的同在。神他是我们中间最重要的那一位，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学习他的话。撒母耳记下24:15-25。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说定的时候，从旦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0,000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好，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24:15-25。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末了的了。在这里我们接续昨天的，我们知道神就要降灾，降瘟疫在以色列人的当中。那么所以十五节这里面讲说，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在以色列中，从早上到所定的时候。什么叫所定的时候呢？所定的时候指的是估计大概就是献晚祭的时候。那这个所定的时候，原来是上帝要让他选3天选三天，但是我相信主的恩典不是到3天之后的献晚祭的时候，而是什么？而是从早晨到那一天晚上这个献晚祭的时候。所以上帝大大的因他的恩典，因他的怜悯，大大的缩短了这个降灾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时间
那么但是呢，在民间就死了70,000人。那有一些学者哈，甚至就说到这70,000人本来也是这个在神的面前是得罪神的。所以这些学者就认为这个数目是当初去跟随亚撒龙，再加上后来又去跟随这个叛党的，这个跟随示巴的这些叛变的人数，所以这些人这个是很早就得罪神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这些人就倒闭在神的面前了。那么然后呢，第16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他就不降这个灾，就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我们在这里也看见神他那种怜慈的心，但是我们更感动的是在这个时候，那么大卫就看见灭命的天使。当然他怎么样看见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或者这个天使他实际有人的样子啊，出现在哪里呢？在亚挠拿的这个河场里，他是可以被看见的。大卫看到了他以后，他就祷告神，他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吧。啊，在这里我们真是能够看见大卫他那种谦卑的心。在这里我们也真是看见他是有一个君王的样子，这个君王不是一个作威作福的君王，而是一个也能够懂得体恤群羊的那种痛苦，群羊的需要的一个大牧者。他有这种心，所以感谢神，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他做了这个祷告，当然神会听，甚至神就已经停止了这个灭命的行动。是在什么？在大卫祷告之前，神就已经说了，够了，住手吧。可见神他比我们更加的爱一切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继续在18节，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就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好，这个亚劳拿他是什么人呢？他其实就是在历代志上21章，这段故事也记载在历代志上21章22到25节。这个亚劳拿就是在历代志上的所提的那个叫阿尔南，同样的，当然就是在原文的里头，这两个名字的只是有这个字母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以至于他在翻译上面就有这样子的出入。那么他说，这个加德来见大卫说，这个耶和华要你在上面筑一座坛，所以这个大卫就要先把这块地买过来。所以他去求这个亚劳拿的时候呢，那么亚劳拿就非常大方，他说，你喜欢用什么就拿去吧，我这里牛可以做翻脊，那么这个有打粮的器具，套牛的轭，你都可以把它拿来当柴烧，就马上你就可以在这里献你的燔祭了给神。但是王说，我不可以白白的拿你的。那么在这段经文的里头，在24节，我们看见大卫是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个禾场跟牛。那么我想这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可能是在那一天
当他要献积极的要去献祭的时候，他是给了50舍客勒的银子。但是事后大卫就不但是把他的禾场把他买了，那是一个可能比较小的地方，他也把他的田也都买过来了。那这个田呢，就是在历代志上21章所记载的。那在历代志上里头花的钱就比今天的50个舍客勒的银子要贵得多。在那个地方他花了多少呢？有600舍客勒的金子。所以金子跟银子不一样，600跟50 又差很多。所以大卫是非常认真的，是付了一笔 很大的数目，把那块地方就买下来了。买下来这个就在那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跟平安祭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瘟疫就止住了。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经文的里头，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坛的地方后来就成了这个以色列人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建殿，所以这个圣殿就是建立在这个阿尔南，也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亚劳拿的这个禾场的上面。这个禾场是什么？是神向以色列百姓施恩的地方。他们得罪了神，但是神施恩给他们。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无论怎么样得罪神，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就在这个得罪神的过去得罪神的身体的地方，没有想到上帝也使他成为这个我们的身子，就成了圣灵的殿了。你看看有没有是很相近的地方。我们要献上感恩，让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你就是那位怜悯我们的神，你有说不尽的恩赐，哪里过犯显多，主啊，你的恩典就在那里更多。谢谢你，你拣选了我们，也让我们这个过去用来犯罪是这个是罪的器具，但是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献上自己以后，我们这个人就成了义的器具了。谢谢主，愿意我们的一生能够更多的用我们的全人能够成为义的奴仆，在这些事情上面荣耀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